21日，吴亦凡在微博晒出参加某活动的最新照片。照片中，吴亦凡身穿黑色西装，系着领带，尽显高挑身材，格外有魅力。他站在灯红酒绿间，一头齐刘海配眼镜，秒变漫画男，上演眼镜杀，加上一点点迷醉的光影氛围，惹得粉丝直呼：“哥哥真的好帅！”非凡娱乐是。